我们到这里看看这个麻将机啊，看这个麻将机。看见没有？三方啊，三方写好啊，这一方也写好。这个麻将，看见没有？这个麻将。这听这个声音就是卡住了，呼呼的声音，听一下吧，就是卡住啊。卡住的话，我们得把这个用个筷子啊，用螺丝刀这个地方不好去，用筷子是最容易搞定的，用筷子最容易搞定这个问题啊。我们把这个筷子这样捅过去啊，捅过去啊，这个是有点紧哦，卡的有点紧啊。然后我来，哇塞，哎，掉出来了，哇，这个哪个小朋友的橡皮，看见没有？哪个小朋友的橡皮？然后的话，我们，再试一下，给大家看一看，再试一下，看见没有？正常了没有？正常了吧？正常了吧？起来就正常啊，完全正常啊。就是这个橡皮卡住啊，导致这个皮带不转，就搞定了。再看一看啊，当当当当，全部洗上去啊。OK， 搞定啊！我是老宋，其实很多问题都是很简单的啊，就是大家愿意动手就很容易搞定啊。记得点赞关注，再见。